其实跟台中啊，先说中兴大学早安，早安哈、哦。我其实跟台中蛮没有缘分的。我上一次去，你们跟中国医药大学是友好关系还是敌对关系？说实话，没有关系，好，那就没事。上次就是我去那个中国医药大学表演，然后前面第一个主持人他就上台就喊说尖叫声，然后台下就尖叫嘛，然后接下来上台的是我师兄 Crispy 翠乐团，他们那边尖叫声，然后台下也就尖叫，好像很嗨，然后我就是这个人就是比较急白一点。我就是不想要尖叫声，然后因为是台中嘛，我就说我要听到枪声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笑哎、欸？你知道中兴没有中国药大学，他们全部学电。太坏了啦！我台大也没毕业啊，我高中毕业生，不好意思，高中毕业，难怪，看我出道三年，台大也只回去找过我演一次，所以告诉我们大学毕业很重要。好，好，等会的干话再讲，我先调个音，你们自在。发现我歌序唱错了，没关系。Midori。
所有思念，却找不到你的落点。Yeah.